是毛蛋是一个东西吗？好像是吧，都是没有成熟的鸡仔。粉丝们都说毛蛋比活蛛子好吃，我想再试试。不是说点赞过百万才吃吗？他们可能只是忘记点啦。但是这期点赞过百万，我就测评是煎饼果。这么重口味，好，拿成绩你。这是能吃的吗？终于吃完了。说实话，其他沙拉酱面真的挺好吃，只是毛有点多。